说到马云的时候，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，他在我们国家的名气非常高。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你知道马云身边唯一的贴身保镖吗？他到底一个月的工资能够有多少呢？说出来可能吓你一跳。据了解，马云这位保镖的名字叫做李天金，他的实力非常强，已经连续很多年成为我们国家的太极拳冠军。很早之前他就成为了一级拳师，对于太极拳方面的事情非常的清楚，熟悉各种各样的拳路，特别擅长使用太极散手，在武术界的名气。 气非常高，马云对他非常信任。每次在外出的时候，只带他一个贴身保镖。在很早之前，马马云就遇到过一次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在美国参与活动的时候，突然遇到了持枪抢劫的事情。李天金就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马云，确保马云安全离开。从那个时候起，马云就对他特别的看重，给予他各种各样的优待。据了解，到现在为止，李天金已经在杭州买上了房子，买上了车子，并且拥有了阿里巴巴的股份，每年赚的钱都能够超过百万，比一般。 真的白领工资都高很多，很多人都感到特别的羡慕。